哇，是电风扇人。喂，阿欧。好急啊你！你怎么只知道讲一点？好急啊，好急啊！国家考运呐、啊，哦，国家考场。从那边回行。Let's go。飞啊！巴士站一半右转进去。右转进去。右转进去去他们学校了。然后右转进去再转一圈。就转一圈呐、啊！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是转一圈。我知道啊。这是要回转是不是？你要讲清楚。我不是说回转哎、欸，我说绕着这。往右转，往右转，再右转啊，又绕一整圈啊。再右转，你再讲。妈咪，妈妈要叫你右转，再右转，再右转。你没有第一个像是右转，你就回转啊。然后呢？所以你现在在哪里，你就告诉我吧，因为我以为。我刚才从你前面过，我现在问题是你在哪里，我才知道开到哪里。我看到你啊，自己过来比较快嘛。啊对啊，你就跟我说在那里就好了，我就过去啦。拜拜。就是叫你回右转，右转再右转，就会直接出现在我们面前、啊。拜拜拜拜。想要去新店区公所，多急啊！哎呀，人家没有在跟你说喝价拍价，你要怎么喝价？喝急啊，喝急啊啦！人家以为你是头脑有问题。喝急啊，碧潭广场。这么多人，整个全新弄吗？你们在搞什么东西？有位置啊，这每一间都有位置啊。有像样的、啊。哦，所以你还没找到有像样的。对。这些有卖什么、啊？就这样。我不知道。就是火锅啊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说要找一间像样的、啊？你找一间你完全不知道是在干嘛。或者是比较硬的那铝箔那种，所以你吃了就待会我问你一个身体就不认识了，应该是吧。哇，是绿色的衣服，哇，怎么办？不要被洗澡，你洗，你要提到哪里去？我不知道，看有人会洗澡吗？就是你用的、啊，你看，你彻底失败了。那接机后要去哪里 ？Food。再来一个 Food 是不是？难怪你说不要吃太饱。可是你一个人炸料料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可是那个很少啊，那根本就点心而已。开学典礼就是垃圾典礼。对，就坐着，然后就一讲讲讲，然后校长就会讲很多大道理。他就说：“人生结束啦。”行。所以呢，这三角形怎么来？这是信啊。三角形对，底下有一个。是神奇的人群。那里有一个三角形。他说那里有一个三角形，那里有一个三角形，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三角形。这里有一个圆形，那里就会有一个正方形。哎，这不是就是游戏遥感吗？这是 PS4 遥感吗？我跟你说，你都在在意海群吗？我们叫下，你确定？谢谢，谢谢。这是上，这是上，这是上啊。OK， 我也没要上，不好意思。你在陷害别人。你说，哎，你要不要下啊？那你就上去吧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棒棒糖再下三支。啊，那你上花雕酒哦。酥油。还有。酥油。阿妈高速出去。谢谢，小心啊。这个是我的。